对世界顶尖魔王还落后一局该怎么打？05年新秀黑马专业户拉尼尔来告诉你，首先你得有个能够比你魔王的体力，还得有着足够的耐心与抗压能力，最重要的当然是能够与魔王安东森对战。而恰好这次的拉尼尔签运非常的硬，首轮就对阵头号种子安东森，这是2024年的北极公开赛。让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属于拉尼尔的逆转精彩时刻。不得不说，24年的拉尼尔实在强得可怕，在日本公开赛上一鸣惊人。同样是对阵头号种子石宇奇，拉尼尔也是打出非常精彩的逆转。而这次的逆转是从第二局的2-7开始，虽然一度被安东森直接反超比分，但拉尼尔的心态非常好，随后打得非常有耐心，抓到机会打出致命一击。拉尼尔在场上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面对安东森的调动回应得非常自然，利用自身移动的敏捷，同时在出球速度的加持下，安东森都一时难以招架，比分在此时也逐渐被拉开。这属于是让人非常紧张的时刻，安东森在关键点的反扑非常凶猛，比分险些就被追平，但就在最为关键的时刻，安东森发球偷后场失误了，这样的结果实在是戏剧化，这样拉尼尔就成功扳回一局，将比赛带入紧张激烈的决胜局。20 seconds. 20 seconds.
这是双方生死存亡的一局。安东森在上半局的局歇前突然发力，硬是把拉尼尔拦截在了十一分前，以一个漂亮的劈杀斜对角反超比分，带着微弱领先优势进入下半局。下半局的情况对拉尼尔来说非常不妙，在开始反超的比分再次被安东森反超回来，并且在拉尼尔的失误中拉开了差距，这也到达了本场比赛最激烈的时刻，生死存亡的时刻来了。拉尼尔继续提速，体能毫无顾忌地宣泄而出，效果也非常的明显，而安东森也逐渐紧张起来，在比分的得失上直接用行动表达出情绪。在拉尼尔逆转比分后，安东森的情绪波动更大了，这底线球的出界安东森表现得都崩溃了，而拉尼尔则是继续稳扎稳打，一波7-1再次完成反超，率先进入场点。安东森连续两个底线球出界，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没有继续，而却出现在了拉尼尔这边。此时拉尼尔依旧还有两个长点，但拉尼尔依旧打得非常小心，在推后场拿到安东森的破绽后，连续上网轻放骗过安东森。可以说拉尼尔的这次逆转就靠这两天完成了这个精彩的逆转，再次成为赛事最大黑马。